养狗了没有？养狗了一米大。谢谢。养狗了吗？养狗了一米大。 不好意思，不接受采访。不好意思，不接受采访，不接受采访啊！我今天在前面，有事找他，有事找他。好，那个王鹤棣韩国出发行前跟拍。我们落地了。不用韩文兄弟伙怎么说？ 韩国兄弟伙，兄弟伙，用韩语怎么说？可以啊，好辛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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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
이 커피 속 하얀 설탕처럼 널 삼키고 마구 휘젓고 싶어. 怎么样？那种韩剧里面那种平民女主角住的地方，我看过一部。 继承者们，干嘛？想家了，想我的。 有没有那种韩剧里面民工减学，然后在？ 便利店，然后吃便当的感觉，是吧？其实还可以，我觉得我们的老坛酸菜牛肉面比他们的好吃。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生吃，这是猪肝还是牛肝？我也不知道。 生吃牛肝，两个吧，我不想，我吃太淡。再表演一个生吃毛肚。 刚好你来，你能往里面走多少？
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你酒很多哎。Yeah。当当当当！哎，那个 BGM 真的很带感。嗯，带感。那我今天穿的也就很适合。嗯。我让你看。那个玩具。那个玩具。那个玩具。还有几个地方。这个玩具。哇哦！祝你胜利又进了一步。搬砖，搬砖一季又少一